是的，看到各位真的是很感恩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还能站在这边，真的是很感谢神。因为我今天5点多前我家楼下失火，那我还在这边，就很感谢，我可以很匆，没有说很匆忙，就是说，5点多我在预备诗歌的时候，我家住12楼，9楼失火，然后呢就赶快带着我妈跑啊，从隔壁楼梯下电梯下来，然后很慌乱的就在楼下等消防车灭火之后，6点多才差不多可以进家门，家里一片就是灰尘嘛，然后就赶快洗澡，快洗好了又没水，就很多的拦阻这样子，好像今天我要服侍特别来给我这一段这样子考验。感谢主，我相信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拦阻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，阿们。对，是的，我要感谢神，神在我感谢神让我容许这个事情临到我，也让我在当中没有很慌乱，也让我继续能够来知道这是一个神要给我的考验，也让我可以在当中学习怎么样更依靠神，好不好？所以看到各位真的是很感谢，我们要说我们能够继续存留在我们当中，继续能够在这世上，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我们下一秒钟都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感谢神的你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同起立，好不好？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，很高兴看到你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很高兴看到你们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哎，姐妹，好，我们就用第一首诗歌来赞美的神，耶稣，耶稣，他是和平的君，他是明亮的晨星，他是公义的太阳，他是我们的救赎，他是我们世界的光，他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敬拜你，和平之君，我们称颂你，明亮的晨星，我们等候你再来君王，我们仰望你公义的太阳，耶稣，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，耶稣，我的救赎主，耶稣，耶稣，世界的光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。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敬拜你，和平之君，我们称颂你，明亮的晨星，我们等候你再来君王，我们仰望你公义的太阳，耶稣，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，耶稣，我的救赎主，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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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世界的光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。再次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敬拜你，阿们。和平之君，我们称颂你，明亮的晨星，我们等候你再来君王，我们仰望你公义的太阳，耶稣，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，耶稣，我的救赎主，耶稣，耶稣，世界的光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。阿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向你左右两边的人说：耶稣是我们的盼望。
耶稣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必不是失望。哈利路亚，他是明亮的晨星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是公义的太阳，他是和平的君。是的，神看顾我们，他不会丢弃我们。是的，我们再从头来宣告，来敬拜他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和平的君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敬拜你，和平之君，他是明亮的晨星，我们称颂你，明亮的晨星，我们等候你，再来的王，我们仰望你，公义的太阳，耶稣，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，耶稣，我的救赎主，耶稣，耶稣，世界的光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。我们敬拜你，耶稣，我们敬拜你，和平之君，我们来称颂你，耶稣，我们称颂你，明亮的晨星，来等候耶稣，我们等候你，再来的王，阿们，凡事仰望他，我们仰望你，公义的太阳，耶稣，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，耶稣，我的救赎主，耶稣，耶稣，世界的光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，耶稣，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，耶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，耶稣，我的救赎主，耶稣，耶稣，世界的光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。这一句，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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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永生神的儿子，阿们，来宣告他，耶稣，耶稣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我的救赎主，阿们，耶稣，耶稣，世界的光，耶稣，耶稣，我心所盼望，阿们，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是的，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，我们要来，哦，来赞美你，我们要来投靠你，我们来跟随你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，我们的神是，哦，那个坐在宝座上，但是他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他是配得我们赞美，他是值得我们来仰望来倚靠的神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好不好，我们再用一首诗歌来赞美他，来高举神的伟大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赞美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他赐下他自己的爱子来到世上拯救我们，是的，他为我们受死也为我们复活，我们一起来宣告这首诗歌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创造宇宙和万物，我主何等伟大，从永远到永远，诸天宣扬造物主，我主何等伟大，他的名至高，他的国度直到永远，他爱世人，赐下独生子，好血流出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，我主何等伟大，从头再来一次宣告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创造宇宙和万物，我主何等伟大，从永远到永远，诸天宣扬造物主，我主何等伟大，他的名至高，他的国度直到永远，他爱世人，赐下独生子，宝血流出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，我主何等伟大，副歌来宣告，
我主何等伟大掌权，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何等伟大掌权，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，我主何等伟大。从头来宣告，我的主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创造宇宙和万物，我主何等伟大，从永远到永远，逐渐宣扬造物主，我主何等伟大，他的名至高，他的国度永到永远，他爱世人，赐下独生子，宝血流出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，我主何等伟大掌权，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何等伟大掌权，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，我主何等伟大。阿妹，我们请弟兄来从头来介绍。他永远，我的神，创造宇宙和万物，我主何等伟大，从永远到永远，诸天宣扬造物主，我主何等伟大，他的名至高，他的国度直到永远，他爱世人，赐下独生子，宝血流出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，我主何等伟大。我们起来宣告，我主，我主何等伟大掌权，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何等伟大掌权，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，我主何等伟大。姐妹们，带我们来宣告，统统来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何等伟大，起来，我主何等伟大掌权，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何等伟大掌权，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何等伟大，我主何等伟大掌权，直到永远掌权，直到永远智慧能力无边，我主何等伟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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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们，是让我们来祷告，我们的主何等的伟大，他掌权到永远，他的智慧无限，他的能力无边。好吧，我们同声来宣告，我们一同来高举赞美神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，我们同声开口来赞美他。主，要赞美你，你是何等伟大的神，诸天要宣扬你的作为，主要在全世界全宇宙看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我要赞美你，因为你配得，因为那是你所成就的。主，我要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至尊至贵的神，主啊，你也是哦，那个你不仅是坐在宝座上很尊贵的神，你也是哦，差派你的独生子，你为我们，你为我哦，主啊，差派你的独生子为我而死，你差派你自己最亲爱的独生子为我而死，他的宝血为我流出，也为我复活，主啊，赞美你，
是的，神差派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世人而死。我想到好像叫我要将我的儿子为别人好像失去生命，我没有办法有这样 的心，这样的能力，但是我们的神他却为了我，为了我们，为了世人，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流宝血，为我们复活。是的，这是神对我们向我们的爱，向我们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，将他爱子成为那个羔羊，为我们的罪献祭，成为赎罪的祭。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，来赞美神，来感谢神，感谢这位羔羊，神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我们可以安静地坐下来。至高，至高权柄，至高神，超越全地一切被造万物，至高智慧高过人的道路，唯有你是全知全能神，至高国度，至高居，超越全地一切奇妙丰富，至尊智慧胜过世界财富，天上地下唯一的爱慕，神羔羊，宝血为我流，神是王，荣耀的复活耶稣，宝贵神羔羊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。权柄，至高神，超越全地一切被造万物，至高智慧高过人的道路，唯有你是全知全能神，至高国度，至高居，超越全地一切奇妙丰富，至尊至贵胜过世界财富，天上地下唯一的爱慕，神的羔羊，神羔羊，宝血为我流，神是王，荣耀的复活耶稣，宝贵神羔羊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，神羔羊。宣告他是至高的权柄的神，至高权柄，他是至高的神，至高神，他超越全地，超越全地一切被造万物，至高智慧高过人的道路，唯有你是全知全能神，至高国度，他是至高的君，至高君，他超越全地一切的，超越全地
地一切奇妙丰富，他胜过世界一切的财富，至尊至贵胜过世界财富，他是我们唯一的爱慕，天上地下唯一的爱慕，神羔羊，神独生爱子，神羔羊，宝血为我流，宝血为我们而流，宝血为我流，神为我们得胜，神是王，荣耀的复活耶稣，宝贵神羔羊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我们向神说：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你为我赐下你的爱子，是为我而死，也为我得胜，为我复活，为我的罪偿还了一切，也让我能够在神的得胜里面得享真自由、真平安，得享一切的祝福，得享一切的救赎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我要谢谢你，因为你赐下你独生的爱子，让我可以领受你的救恩，让我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胜，让我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可以偿还付上我的罪的一切罪的代价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耶稣，谢谢你，我要来赞美你，因为你为我的罪摆上自己的生命，主啊，我要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为我，主啊，你是为我，你为我预备新的生命，让我可以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蒙受你诸大的祝福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你。当我们在从头唱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跟神说：主啊，我要回应你，我要在这里再次回应你的爱，我要再次重新再次回到你面前跟随的脚步。再次降服于你，至高尊，至高权柄，至高神，至高权柄，至高神，超越全地一切被造万物，他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，至高智慧高过人的道路，是全知全能神，至高国度，至高君，超越全地一切奇妙丰富，至尊至贵胜过世界财富，天上地下唯一的爱慕，神羔羊，宝血为我流，神是王，荣耀的复活耶稣，宝贵神羔羊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，神羔羊。神羔羊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。神羔羊，来宣告，神羔羊，他为我流宝血。神羔羊，是的，
为我流，他为我们得胜，生死亡，荣耀的复活，耶稣，宝贵圣羔羊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，为我复活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受死，神为我们复活。为我复活，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，为我受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复活，神羔羊，再宣告神羔羊，神羔羊，宝血为我流，真是王，荣耀的复活，耶稣。宝贵圣羔羊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，圣羔羊。再来，圣羔羊。圣羔羊。好不好？我们高举我们的手，来高举这位耶稣，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下宝血，并且为我们来复活。来敬拜他，宝贵圣羔羊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，圣羔羊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受死，为我复活，圣羔羊。是的，今天是我们的波饼聚会，每一次的波饼聚会是让我们再一次来纪念神的时候，再一次来纪念这位荣耀的大君王，他为了拯救你，拯救我，当我们还在最终打转的时候，他定义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他定义为我们留下宝血，为的是拯救我们脱离那罪恶的权势、死亡的权势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一个恩典，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可以胜过死亡、阴间、黑暗、罪恶的权势，进入到永恒的国度的里面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，说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位至高至尊至荣的神，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是为了来拯救我，并且你为我复活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我每一天活着就可以有盼望，我每一天活着就可以有力量，我每一天活着，我知道我的主必丰丰富富地供应我各样的需要，我就不害怕，我可以带着信心，带着勇敢来面对每一个环境，每一天的日子，好吧？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真的就像这首诗歌说的，主啊，你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主啊，你有至高的权柄，主啊，你自尊自荣，主啊，但你因为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主啊，真的你，哦，主啊，真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哦，主啊，真的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留下宝血，主啊，为我们忍受鞭伤，主啊，也为我们忍受了一切的羞辱，主啊，就是为了显明你自己的爱，主啊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主啊，真的今天是波饼的日子，主啊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再来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，主啊，再来纪念，哦，主啊，这一份十字架的爱，主啊，这一份舍己的爱，舍命的爱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原本不配，哦，主啊，但哦，主啊，这是你的决定，主啊，就是你决定拯救我们每一个人，因此你愿意付上这么大的代价，真的为我们每一个人，哦，主啊，真的，哦，主啊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使你复活，主啊，因为你的复活，
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复活，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每一天。主啊，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的宣告，主啊，你永远得胜。主啊，你永远得胜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儿女，我们可以靠你得胜。主啊，胜过我们一切的罪恶，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，胜过我们一切的瑕疵，胜过那死亡阴间的权势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所有的咒诅不能够再捆锁我们。主啊，因为主啊，我们所信靠的主，主啊，是胜过一切咒诅的神。主啊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，所有的咒诅都要化为祝福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的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最大的掌声来归给这位爱我们的神，荣耀的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再一次把我们最大的掌声，把我们最大的敬拜，最大的赞美，单单的归给耶稣，单单的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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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请坐。